这一位是嘉龙啦，我们的嘉龙，他抖内我们希望我唱歌，到底要唱什么歌？佩萱今天都在唱台语歌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来唱一下台语歌。看戏呀，底下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，拢是因为你。啦啦啦啦，好啦，再唱呢，我们就要被这个用这个黄标了。为什么若瑜不唱歌？其实是因为音准太准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 YouTube 它好像会把那个把我们的这个影片打叉叉之后呢，我们好像就不能看了。所以呢，之前他们都说你就故意唱破音，或是故意唱这个不要太准，但是若瑜真的做不到，所以呢，偶尔唱一下 OK 啦，好不好？母亲节快乐啦，大家母亲节快乐。